啊，不行了不行，我再看茶片，我真的遭不住了。快点儿啊，我要吃了，我口水都……快点儿，来，开工，开工，来，先把油倒下去，是这个的油，来，秘制油，对。我们就不用掺，搁点油了，就只能这个油。哦，要其他的油就把香味冲淡了。哦，它是按照比例来吧，嘎。对头，对头，对头。今天收三了嘞，因为我们现场工作人员一二三四五六七，两斤多应该是够了的。关掉，关掉，关掉。就是这么手散。啊，要烧到几成热温呢？这个要烧到接近八成。 哦，这个八成就是看平时自己的这个感觉了，还是冒点小泡泡还行。油温是这样子的，油温的最高温度是300度，过了300度就是燃点。那么我们所谓的八成就是240度左右。你是物理化学老师吧？怎么这么懂？原来说的厨师们的文化嘛，现在厨师必须有文化。厨师啥子文化？物理化学。啊，现在开始下蒜了哈。下蒜。哎，油还没到的温度都没。哎，不存在，不存在。哎，就等它慢慢来，因为蒜下去过后也可以通过它蒜的那种炸它的程度，就是它也看得到这个是真正的秘制的。我想问一句实话，因为现在你也在开店，但是平时应该不是你亲自下厨吧？现在手有没有变深？ 有滴点儿，有滴点儿，因为很慢的，你知道吗？哦，基本上下厨的时间很少很少。哦。但是基本原理啊，各方面是一上手就忘不到的。哦。哦。哎，你看哈，它这会儿在油温逐渐升高。升高了。哎，然后就它把蒜的香味儿就开始逼出来了。哎。 这个蒜大概要炒到什么时候才算好？你看得到的，它那个你看它泡了就好了，泡泡偏多了，然后这个颜色有点加深了，就跟高哥说的那样，哦，开始了，可以了，好，我这开始下料了，有点呛人了，哎，我先下那个，哎，下料，料的香味儿要激发出来，好，马上我就开始下蟹了哈。 哦，下蟹了。这个蟹不不弄过多的太那。这个和传统的炒蟹不一样哈。他提前码子过没有？他不码，撒好新鲜好就行。哦。了解也没码，不码料酒，不码芡。哦。不说它水分，这样子才是叫爆香的味道。这个不要了。哎，不要了。哎。因为我们现在这个是电磁炉，如果在家里是应该是大火还是中火还是小火？对，大火。大火。一定是大火。 哦，这个蟹是爆炒出来的，哎，这个火有点小了，这个。小了点儿，小了点儿。猛火灶跟现在跟电磁炉两个比起来，一个在天上，一个在。再加上光哥已经带了很多徒弟，自己现在已经手有点生了。没有理由嘛，是冬哥。啊。比如说刚才彪哥说的冷锅，热油，哎，对不对？哎，这个都是，比如说。 烹调嘛，主要就掌握火候。我们在那个餐厅头炒猛火的时候，就要学会拖锅。哦。哎，比如说，你看这个就不用拖锅，为啥子？它火就只能大的火往外不够。那猛火它过底点儿时候就把火拖一下，在屋头要学会拖出来。哎，在屋头要学会关火，关小滴点儿。哎，炒出来才好。特别是在放腐料的时候，嘎。哎，对对对，炒回锅肉这些的时候，哈。拖出来。哎，你拖不到，对不对？屋头你拖不到哈。哎，那你就把它那个。 关一下哈，哎，关小滴点儿，就关起哈，现在要放醪糟了。醪糟了，嗯，两斤多的蟹放，大概就是，哎，小半碗，小半碗，哎，这个因为这个也是特色，蟹的鲜味儿比较腥味儿重，很多炒虾、炒蟹都是用啤酒，对，然后要么就是弄点儿料酒、弄点儿白酒之类的，对对对对，光哥不一样，他用的醪糟。 醪糟其实也是米酒，它的发酵的方式不一样而已。对对对。最后放点鸡精，哎，不放点白糖那些嘛？不放白糖，那个蟹本身就有白糖、糖味儿，哎，特别是新鲜的蟹哈，更有这个，晓得吗？这就要最后下，准备起锅了。蒜。最后熟了。 Thank you.
我真的说实话太激动了，因为我终于可以吃到还原光头香辣蟹的味道了。哎，他比我还激动，因为啥子啊？平时说到吃他是最激动的。哦，今天你我不再矜持了。嗯，我们开动吧，好不好？来来来，上手，来上手。独当起这个奶泡的。哎，自己来吧，哎呀，自己来嘛，哎。老公也来一个。好，来一个。哎呀，这个是。你看我们导演的眼睛都帮我恨到了，我会给你留的哈，那个肚子给你留起哈。嗯。直接上手嘛，直接上手，手烫。哎呀！哇！吃这个蟹呢，蟹抿它的味道。但是第一口有点闻到是香，但是有点辣。嗯，是不是这个味儿吧？就是。那个手艺还没回去。香辣蟹嘛，一定是先香后辣。嗯。但是今天。我觉得不知道是不是在厨房的原因，嗯，比我平时在店里吃到和以前吃到的，对呀，确实更辣一些。要辣一些噶？因为油煎粉放多点儿。闷久了，火小。平时在店里可能不会放这么多油哦，要亏本的哟。要少一些。是。还有跟蟹也有关系。哦。哦，我们更喜欢用的是铁蟹。铁蟹。价格也合适。哦。哎，然后呢，肉质更甜一些。铁蟹比那个便宜点吧，便宜得多。哦，这个蟹现在是70多块钱。嗯嗯，铁蟹，那么基本上是30左右。哦，并且它味道还好点。还好些。嗯。哎，我认为。还不今天是火不是猛火。对。它油在火里。慢慢焖。它这个辣味儿激发的更多一些出来。是不是？舒服。嗯。说实话，今天对于我来说是非常开心的一天，不仅挣了工分，又在工作，然后又吃到了我最喜欢吃的这个光头做的光头香辣蟹，所以我们今天这个光头的主题圆满成功。哇，太圆满了！有点掌声。太圆满了，比我脑壳都还圆满。其实我觉得这个味道真的是没有变，因为我现在一回忆起我小时候最喜欢那个味道，因为记忆一下子就涌上来了。嗯，所以再次呢，感谢我们的光哥。大光哥，二光哥，彪哥，好，谢谢两位。